能在手上能切得住，转的尽量往板头发，左手是发这儿，右手是发到这儿来，对吧？不转的，你们要能发得好的话，它也可以发到这儿。同样的一个地方，只是一个摩擦下部，一个推上部，对吧？就是说，你们要想办法自己，就刚才说的，这腿一定要能蹲得下来，对吧？发球的时候一定是一前一后，对吧？我们小姑娘的话，有时候一发球就这样，因为你这样一发的话，你腰使不上劲，腿使不上劲。对吧？拿法好一点，对吧？你能蹬得住，你看一前一后，一抛，往下一蹲。